这是台中大理艺术王宫，这是一棵茄冬，枝叶繁盛，非常的漂亮。那推估树龄有888岁以上，哇，好厉害哦。那这个的话呢，跟当地的这个传说跟信仰很有关系。有没有看到旁边本来还有一个万众祠哦，后来被更名为嘉庆君护卫将军庙。那那个时候呢，就相传嘉庆君游台湾的时候，在这边遇到一些盗匪，然后从树上就跳下来一名红衣的男子，然后护驾有功。那但是呢，这棵树本身也运气不大好。那以前呢，几十年前这个大家乐六合彩的时候啊，可能有人不知道怎么回事来这里泼过硫酸，后来还有人在树根下面纵火过。那现在的话呢，当地已经慢慢的把它修复好，那是当地的信仰中心，也希望能够带动当地的观光。